重心在脚掌上，来准备，一、二，小幅度的晃啊，三、四，哎，小幅度的往右就可以了啊，三、四哒，送这里的时候身体要一个对拉啊。六，沉走大晃，七，打，八，然后砍一的时候给出去，身体找这个，肋啊，肋和手的关系。一，二，视线随着大小晃，三，四，走。五再晃啊，六沉下去，同时重心放左脚侧右，八提推起来前点步啊，提手掌八点，七眼睛慢的看，这里沉住出现姿态啊，出现斜腰姿态，七八晃回反面走。大小晃，三、四，走，五，好，重心还在左，哎，给右上部沉，七、八，哎，给到我们的二点方向去了啊，七、八，这里看收脚。三二上，三四找到最高点就可以了，五六再落啊，五六走，然后顺势做一次大的横滑，七八八，哎，记得反滑的位置啊，是在它即将快落下的一瞬间，痛打，哎，往下抹，同时沉，往下再下一句，送膝盖带啊，膝盖带，一、二，从蹦到勾啊，从蹦到勾，一、二、八、三，这里沉住了上部啊，送出，打，三。四就要晃完，三四做完一次大晃啊，三四五，五的时候直接向左转身，五提不放啊，这里记得我们上节课说过的位置，重心砸下去啊，脚跟往上抬，脚往下贴地，脚跟使劲往下追力量啊，好了，抱着之后八。哎，握住，好，握住了之后错步，上打后撤，啊，这里是后踏步啊，后踏步，八，一，二，然后胸腰三，四打五，六走，七打八，之后马上走脚，啊，二打。三四啊，落下之后啊，会落的稍微的怎么着呢，会落的稍微远一点点，但是后膝盖别顶着，后膝盖马上贴回来啊，后膝盖马上收回来，收住，然后五送出去，六打，这儿中段往下啊，六打走，踢搭沉，视线随下来，出去，送出去，反向扯，滑，打，一，二打，三，四打，五，沉提，七，八，走，送。二反向，八走，五沉打，七回打上，三四
子这里要慢啊，找到最高点，五六七八落，送出去，三四打五六，走，退打一二，上打五六，送走，上下上沉，五走，动打少出。五六走七八打一二走三四打五六打七八上二走三四打五六打七八打上二三四五六走七打八送二三四打提出打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走一二打三四五打回打上送。